我是 Sylvia， Hello。 OK， 今天呢，今天我们做这个 live 呢，就是要讲这个我身边的这个朋友 Jackie。 我身边的这个朋友是他，他是有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他是做什么的？我是应该烫到你前脸。我叫阿Keong，我现在跑 rap 他们啊，我叫 Cullen。Cullen Lee。So 我是 Jackie。 OK， 你是一个 Grab driver。 Yeah， 我是一个 Grab driver。 OK， 我们今天开这个 live 是想要问你，因为其实是有很紧啊，很紧，所以要开这个 live 太紧了，你们做什么都这样紧啊，你要知道吗？哎呀，我现在就 wet 料了。 OK， 你看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会在这个 live 里面？是因为我吃到这个。为什么？是因为我有那个 Psoriasis 啊，想讲牛皮癣啊，牛皮癣。多少久了的牛皮癣？牛皮癣有五年了。五年的牛在他身上，牛皮。五年没有了，我不可以开玩笑，因为他是很痛苦的，其实他是很痛苦的。然后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产品？接触到这个产品是因为啊，怎样接触到这个产品？就是朋友介绍，许如多是从朋友介绍的啦。这个介绍，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到 Facebook 有打广告的，有看到很多这个许如多，连我就身体触到很厉害啊，这个牛皮癣啊。所以我妈妈也是看到很不舒服了，就叫我去试这个西鲁多。所以就找我一个朋友叫阿瑞，他都介绍 Sylvia 给我 try 这个西鲁多。其实你跟 Sylvia 是不认识 的，我是不认识的。他是陌生人来的。陌生人。totally 不认识的 mutual friend 其实也没有 mutual friend 啦、真的就是不认识的，totally 不认识的，过后才 mutual friend 啊。哇 ，OK， 这样我问你啊 ，OK， 你因为你讲你有五年的牛皮癣嘛，对不对？对 ，OK， 你肯定是有看过医生，有。你为什么会要尝试这个许如多呢？如果你有看医生，有吃药啊这一些，你为什么会愿意尝试？还是你其实没有药吃的？其实我已经见过很多医生了，也是试过很多药了，还是不会好啦，我的这个牛皮癣。后来就我的朋友阿雷都介绍给我去试，就这样没有办法啦，我就去 try 啦，买一盒来吃。所以我都看到有 result， 从那里开始给我看到那个 result， 我就 continue 去买来吃。现在都我很开心，我有啊，看那个相片，看相片，给你看。给你看一下，我现在 okay, 啊，这个是，等下呢，你开始测试几次？一个月前。一个月前。真正一个月前、，OK。一个月前。我再给你们看它一个月的 comparison 呢、可以看到吗？看到吗？这个是一个月前。这是一个月前 ，Thank you。这个看不到哦，等我 keep 一下 ，OK。这是他一个月前，真正一个月前的时候，是他吃许如多之前的时候拍的照片，跟一个月后，这个是脚部啊，还有别的地方，这个是脚 ，and then 这个是手，这个是手，你们看到吗？可以吗？可以看到吗？这个是也是一个月前的时候，这个是现在啊，干了。嘿，很紧的，是吗？以前我们看到了，我看到对，以前就是这个，现在是这样 ，life， 现在就是 life，OK、okay。然后这个是他的身体，前面可以看到吗？啊，红红的，这是前面，就是一个月咯，一个月，看到吗？他是，其实他全身都有啦，全身都有 ，OK。这个还有，这个是背后，
一个月啊，哇，太劲了，一个月就有这样开始干了，看到吗？一个月。太劲了，太劲了！我们是真的是太劲，太劲了，太劲啊！其实刚才我们跟他聊天的当中是，也是有问到他，其实他也是看了很多的医生，吃了很多种的药，也涂过很多种的药，甚至也是打过 Steroids， 去因为这个的牛皮癣。OK， 你开心吗？很开心。很开心，不要讲真的是很开心。不要讲他，我们都很开心。我帮他做他的那个 collage 的时候，是我一看到那个相片，是我讲 ，Oh no！ 他自动，以前是我会一直叫他拍照呵，他现在是自动拍给我的。他一到了一个礼拜，他就自动拍给我，我不用去问他的，哎，帮我做一，帮我做一。是，因为我们跟他聊天了是就知道他其实被这个牛皮癣严重的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甚至是他加 Grab， 他是加 Grab 的，他也是很担心他的顾客看到他的这个，他都特地穿这个牛衣服来，他其实是有这个牛皮癣很严重影响他的真的日常生活，因为他真的是几乎全身都有。全身都有的，全身上下，然后真的是影响到他的工作咯。差一点有一种那种忧郁症，对，他差一点是会有那种忧郁症，反而是会很怕人家看到他的样子。他做 Grab 是，他也是会怕会影响到顾客，所以他就每一次都需要穿长袖衣或者是长裤。不要讲他啦，讲真啦，你们自己看到这样子。你们都会怕，你也会怕给他传染。可是其实牛皮癣是不会传染的，但是你会怕，你也所以他是，就是很像有开始要有忧郁症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对啊，对，会一直在家，会一直在家，不要出。现在什么啊？现在我没有怕了咯。他甚至，你知道他跟我讲过吗？他甚至是他觉得他自己太白了，他要去晒黑，他讲他是太白了。所以你看他现在是他愿意哦开他的衣服哦来给你们看呢。So it's like 就是很紧的一个那个见证啦，真的，我也是很开心，是这个许茹都可以帮到他啦。So, 你可以分享吗？你其实一天是吃多少包？我一天我是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早上一包，晚上一包。对。OK。只是早上一包，晚上一包。就是一天四包，早上两包。一包。早上一包，晚上一包，吃一个月而已，我很紧哎。太紧了，Of course， 你也是有配合 ，eat clean， yes， 它是有配合， eat clean， 就是 eat clean， 然后也是早睡，也是喝很多水这样子，就是一起配合咯。Yeah. 啊，因为它是很乖，它也是很乖的。OK， 就是我们很谢谢你今天很分享你的见证，因为你真的太紧了。我也是很谢谢你们，因为有很多你这样的问题。对呀、啊。其实你有什么的话想要对我们的观众，就是在看着的人，可能他还没有。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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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So 你有什么话要对观众讲？就是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如果是很像像你们这样有像我这样的问题啊，牛皮癣真的是看医生看到没有这样没有效果。你们可以试下这个Shiruto了，这个Shiruto真的是很有帮助了，啊，很好。OK， so 我们今天呢就很谢谢 Cullen 阿 Keong 来给我们 interview， 呀，很紧的见证。So 我们今天的 live 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有啊，这个咖啡我们也是给人家干了。Okay. 所以如果是你们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你可以找我们呐。啊、你可以找我吗？或者阿强啦，或者是 Sylvia 都可以。OK， 好啦，拜拜。